秒懂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CRT 显示器是指一种使用阴极射线管的显示器，通常是一台电脑的标准设备之一。早期的 CRT 显示器只有绿色的一小块，而如今20寸的 CRT 显示器都司空见惯了。随着尺寸的增加， CRT 显示器的显示效果也在提高。CRT 显示器和其他硬件设备一样，经常会出现故障，但调查发现，真正由于质量差或自然损坏的故障只占 20% 左右，大部分的故障是由于环境条件差和操作不当或管理不善导致的。可见环境条件和人为因素是造成显示器故障的主要原因。